各位观众好，欢迎继续收看啊空中商专广告学的节目。今天我们播讲第八讲，第八讲主要是要讲广告对象的拟定，也就是我们广告一定要一个明确的诉求对象。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讲过了，广告要向一个明确的诉求对象来进行诉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八讲包括三个啊重点，讲是重点包括第一个是目标市场跟目标受众。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二个，我们要谈到目标受众与个案的选择。好，我们要选择一个个案来说明。最后一个，我们会用一个做一个总结，就是啊，界定书三的方式来界定我们的广告诉求对象。这是以上是今天播出的讲讲呃讲次。那我们第一点，我们要谈到啊，广告目标、目标市场与目标受众。所谓的目标市场，英文叫做 market target。 目标受众叫做 target audience，那这个我们要回到上一章，我们曾经提到提到过的，有一个拉斯韦尔教授曾经提到说，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这就是传播的模式，谁说啥经何处告何人。 达和效？我们换成传播呢？传播来源啊，像讲到传播内容，透过传播路径，然后呢，啊，针对广告对象、传播对象，达到传播的效果。再换成广告的角度呢？Who 就是传播的代言人，广告的代言人啊。那 What 就是广告的概念，Which channel 就是广告的媒体，那 Who。 就是对象的选择，也就是今天的今天的重点。What effect 就是是广告的效果测定。那这五点当中，哪一个最重要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who 啊，who said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那个 whom whom 就是对象，因为对象弄错了，你所有前面的选择的媒体啦、制定的广告内容啦或者创意呢，都走偏了。所以呢，目标对象是最重要的。那到底？ 什么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对象呢？我们要弄清楚。有人往往会以为目标受众就是使用者为目标受众，事实上呢突 o 这一点呢，我们目标对象的。 目标受众，我们通常称为叫做 target audience 啊，突破呢是最重要的 target audience 呢是最重要啊最啊那个明确最重要的一个决策。所以呢，我们广告计划里头呢，最重要决定到底目标对象 target audience 是谁。因为目标对象如果稍有偏离，你的内容啦、你的表现啦、媒体呢，都会产生一些偏差。所以目标对象的选择是非常重要。那到底呢，是不是怎么样来选定我们的目標？ 目标受众呢？难道就是我们的使用者作为目标对象吗？哎，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情况下，这是对的，因为使用者啊就是啊购买者啊。那但是仍然有一些情况下并非如此哈。大部分情况就是。 我我想我要我买我喝我后悔都是同一个人，但是这是百分之六十五的情况是对的，那仍然有百分之六十三十几的情况这是不对的哦。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啊婴儿用品，婴儿是使用者，但是购买者往往不会是婴儿，所以在进行广告计划之前，我们必须界定到底谁是目标市场，谁是目标受众。目标市场大部分就是使用者哦。 呃，婴儿尿片的目标市场就是婴儿，婴儿尿片的目标受众不是婴儿，这个浅浅显易懂的哈。那我们往往计划之前呢，要理清这一点。那我们先回回过头来谈一下购买行为当中有所谓的购买参与角色，购买参与的角色呢，有包括几个，第一个是提倡者，我吵着要购买的人，提倡者；第二个是影响者，也就是影响购买的人。 第三个是决定者，决定要要不要购买，在哪里购买，购买金钱，购买的费用，购买地点的人，然后就后是购买者，最后才是使用者。那往往我们会比较重视使用者，因为使用者往往是什么呢？我们啊、呃、那个诶购购买市场的一个来源，我们说市场就是来自于购购买者使用者。 但是我们目标对象呢，是不是就是使用者呢？这一点值得我们来探索的哈。所以，我们呢，呃，往往呢，很多人提倡者是什么呢？吵着要购买的人就是提倡者，提倡者就是我，呃，有怎么样去购买的哈。那，诶、呃，影响者就是影响购买的决策的人。那，啊、呃。 购买者就真正从事购买的人，但是现在很多的情况下，购买的使用者并不是什么呢？并不是啊、哦，并不是那个诶、欸、主人，而是诶佣、欸、人等等去购买的哈、哦。所以购买者，然后另外一个是使用者、哦，使用者就最后使用的人。所以这五个角色我们要厘清到底谁是谁哈、哦，我们要弄清楚谁是决定者、影响者、购买者。 哦，那个决定呃，付款者还有使用者，所以这五个我们要理清楚。那往往过去很多情况下，因为行销太重视购买者，往往购买者就是我们拟定市场规模、市场量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往往会以购买购买者作为一个行销的目标，所以我们叫做 market target。但是广告不然。 广告不能全然照单全收哦，所以使用者固然很重要，但是广告呢，并不是全部向诉求呃购买者来诉求的。所以目我们在使用者跟诉求者诉求对象当中，要画上等号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婴儿奶粉、纸尿布哦，它的购买者就不见得是使用者啊、哦，而是决定者或是购呃那个那个。那個 付款者，哈，所以呢，在这两个当中，目标市场跟目标受众当当中画上等号呢，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很多情况下，把产品的行销对象作为我们的广告诉求对象，往往是对的。我刚刚讲百分之六十五是对的，但仍然有很多情况下它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哦，半数以上情况下是对的，哦，但是呢，有很多情况下是不然的，哈、哦。所以，我们把这两个。 哦，放在一起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以免误判哈。那我们啊，呃，婴儿纸尿布、哦，婴儿奶粉，购买者是是妈妈啊，决定者可能是家中的长者，影响者可能家中的长者或是医生。那使用者是婴儿，那我们婴儿绝对不是拿来作为诉求对象，我们诉求对象摆在妈妈或者 啊，父亲啊，所以这个呢，婴儿奶粉、婴儿纸尿布，这点大家共识共识的。但是仍然有很多情况之下，TA 不全然等于 market target 哦啊，那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婴儿奶粉的。 T A 绝对不是婴儿，这一点是啊不毋庸置疑的哈。但是啊，很多情况下我们往往会弄不清楚哈。我们底下就举一些案例来加以说明哈。这中间呢，我们进入了第二个讲字，就是一些目标受众的啊选择的个案啊。那我这边要先举一个男性内衣啊。 美国呢，Jockey 也就是骑士牌的男性内衣，在一九六零年代的就上市了。那上市的时候，如果以我的经验，我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接触这个案例，我也仍然会以男性作为我们的诉求对象。所以当年上市以后，广告一直是以男性作为诉求对象，内容强调男性的健美肌肉哦，那这种。 比威力式的这种表现哦，那媒体呢就选择男性比较接触的媒体，包括工商啦、啊、专业啦、啊、休闲啦、啊、运动、啊、情色等等这些节目哦，或是杂志为主哈。所以播出以后呢，五年以来哈，奇士牌的广告效果不彰哈，因为他诉求对象是男性，但是他们到了一九。 八六年去做一个研究，才发现男性内衣的购买者不是男性，是什么呢？是女性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哦，呃，女儿啦，啊，妈妈啦，特别是太太啦，情人哦，帮他买。所以男性甚至在研究当中，百分之三十的男性呢，呃，根据调查说，你穿什么品牌内衣，有人毫不所惜哈，所以他们不根本不知道他穿着的是什么品牌。所以调查研究结论。 女士才是男性内衣的最重要的购买者跟决定者，所以也应该向男性来向女性来做诉求。所以，一九八六年这个发现以后，隔年啊，他们呢就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改变，改变了诉求内容，改变了诉求的对象，所以内容媒体也都做了改变。首先呢，他们找了一个什么呢？找了一个女士们最受欢迎的一个球星。 啊，在广告表现当中，用那个球星来作为诉求，那個、叫巴尔的摩，巴尔的摩精英棒球队的当家投手叫做金帕莫用他来当当我们的诉求啊演员哈代言人，然后呢，广告的媒体呢选择什么呢？选择女性啊最比较啊喜欢看的那个那个呃那那个媒体内容也改了，在广告表现当中哦，用他来当代言人，强调。 贴身舒适啊，然后呢体贴性感，然后选择女性家庭类的杂志来刊登，所以刊登以后呢，短短的一年啊，它的业绩居然成长一百三十六个 percent，所以呢创造了啊那个佳绩哈。 所以这个就是选对的对象，选对的他给欧点颜色。我们来看这则广告哈、喔，那个广告呢是一个啊、呃、裸着上身的这个巴尔蒂姆精英棒球队的投手，他投手的投球的英姿，穿着一个内裤，然后呢啊、呃、展现他的肌肉啊，然后文案写的说 so comfortable，你愿意你的另外一半像他这样体贴性感吗？这个广告呢吸引了女女性哈、喔，所以女性呢就啊、呃、趋之若鹜来买这个给他的另。 另外一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成功的案例。他选对的对象，就让业绩翻啊一百三十六个 percent 的成长。好，第二个案例呢，我要呃讲一个呃，这个是我在香港在七零年代的时候，曾经在香港旅途当中，在旅馆看到这个广告。因为当时没有录影设备，也没有照相机，没有办法拍下来，所以我只能口述的哈。这叫做。 百发不中，哈，那一个产品哈，我先讲这个了。在七七零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在香港看到这样一个广告，那广、個、告是一个啊男人啊，神秘的男人，穿着黑色的风衣，在皇后大道东的那个一个大楼上啊，用轻轻快的脚步呢，爬到了顶楼。到顶楼的时候，他打开那来福枪，打开零零七手提枪，主那来福枪通过那个来福枪的望远镜，指着那个。 地面上熙来攘往的行人疯狂的扫射，结果呢，那弹壳撒了满地。然后呢，镜头再从这个呃望远镜扔印到那个街熙来攘往的行人，好像没有人抱头鼠窜，也有没没有人惊慌失措，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般。看到这一幕，你可能不晓得这是什么产品。结果呢，我很讶异的看到他最后出现八个字：百发不中。 无人 s、yes、那就是一个什么呢？无人就是一个避孕药丸，原来是一个避孕药丸的广告。那再回顾一下这影片，那个男的扫射，然后子弹发射出去都没有人倒下来，表示百发不中。也就是说，你服用这个避孕药丸以后呢，就可以百发不中，达到避孕的效果。那这样有抽象力的广告呢？如果哈，我们来看谁看得懂呢？应该那些上班族看得懂。 哦，顶客组，double income no kids，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上班，两个人都高深的教育水平，所以看这个广告看得懂。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的诉求对象，因为 double income no kids，他们已经没有小孩子，不需要这个避孕的手法。谁需要避孕呢？那些生了一大堆小孩子的这些所谓的，我把它称为叫做辛苦组。什么叫辛苦组呢？single income many kids。 单单一的收入，但是有很多的小孩子，single income many kids。这辛苦主呢，他们生了很多小孩，因为没有哦丰富的避孕尝试，所以需要避孕药丸。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啊那那个没有丰富的呃会会没有收入，没有没有工作呢？因为他们中下阶层，中下阶层的水平可能不高。来看这个广告可能看不懂，会把这影片当成什么呢？警匪枪战的。 电影预告啊，当成什么呢？一个一个类似呃惊为枪战，那会把那个基乌人啊，有一个基以为这是女主女主角是一个韩国人基乌人 S 来主演的这样一个广告，所以呃电、欸、电影，所以这个广告呢，对需要购买的人看不懂。 那看得懂的人不需要购买，不会买你，因为他们已经有他们的好良好的避孕方法，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叫好不叫座。所以这个广告呢，我当时在想，如果拿到哈当年七零年代台湾的时候，在乡下地方播出，需要避孕的人可能也看不懂这个广告，这就是什么呢？你选错对象哦，选错对象，然后你一定的。 一定的手法创意也都偏你的航道，所以这就是我们目标选择的重要性。这是第二个案例哈。那第三个案例呢？我们要讲的是澳洲的 Rico 哦，影音机哦，不止影音机，OA 产品，也就是。 办公室自动化的产品叫做 Ricoh。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日本的这个产品呢叫 r i c o h r i c o 也就是我们翻译成理光牌哈。那正式的向澳洲市场的进军。那当他向澳洲进军的时候呢，事实上已经有好几个日本品牌，Amino 啦，呃 Sharp 啦，Canon 啦，啊啊米诺达啦，已经在澳洲上市了。那它是第六家上市的，所以它上市的时候呢，呃，就如同一般的啊、呃，我们知道。 到的影印机啦、传真机啦，这种呃客户一样找的对象诉求对象是什么呢？老板或是行政主管、总务主管呐、啊、采购主管的、啊、哈，所以他们用的报纸媒体一定是工商杂志、报纸等等之类的。那但是他们也跟别人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经费去看播，结果五年下来呢，他的销售成长呢非常的有限。后来他们到了第六年呢，去做一个研究。 发现当初所设定的这样一个 target audience 了是错的，因为他们诉求太理性了，啊、哦，都是工商专业的。结果他们发现呢，经过调查以后呢，好、啊，发现有一个人虽然不是行销主管、行政主管，也不是总务，也不是采购，也不是老板，但是他对于这个采购过程当中发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影响者的角色。那个人是谁呢？ 女秘书哦，女秘书在往往呃，老板是选择题啊，是非题要不要买，丢给总务主管，总务主管把它变成选择题 A 案 B 案 C 案，再呈给老板，老板本来一个头两个大，现在变一个头三个大，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会请教他的女秘书最亲近的女职员女秘书说，哎、欸，凯西啊，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哪一个比较好？就请问他，请咨询他们的意见，所以女秘书在这個时候就发挥了。 很重要的影响力，所以有这样一个研究发现呢，他们就发现女秘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对象，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女秘书列为目标受众，所以他们改编了啊，列另额外增加了编列的广告预算，额外增加百分之三十几的广告预算，专门放在电视节目啊，理性商品、工商商品用在。 电视是很少见的哈，所以用在电视节目。电视节目运用电视节目呢，在女性啊女秘书可以看得到的呃黄金档期呢，播出一个很有趣的广告。这广告当中呢，呃，把女秘书夸扬的很很伟大。他把描述的一个女秘书上班早安晨起到上班那段期间呢，她啊、呃、这个这种勤奋。 精明能干这种情况，所以到了办公室指挥若定若定呢，把呃处理的妥妥帖帖的，甚至于开会要用的文件，他可以十分钟印好，你分不出原稿跟影印稿。他讲了一件事情：，工欲善其事，不呃必先利其器。这就是 r e c o 那最后他做一个结语。 r i c o 这件事情是从来不需要老板去操心的一个业务决策，所以这个广告播出以后呢，哇，李秘书在家里看到以后大声叫好。过去公司业绩啊，生意好都夸生产棒，气化强啊，那个业务能力高，没有人夸赞林秘书，现在终于有人跳出来讲公道话，所以李秘书看了以后。 心里很爽快哦、喔。所以第二天如果老板不问他变罢，老板又问他说 c a s e 你觉得哪一个影印机比较好？”Of course, r i c o l 就这样的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这个名声就远播出去。所以很快速的，他从第六名哦、喔，最后一名哦、喔，敬陪莫做哦，短短一年之内，他飞速成为第一名。我们来看这个广告影片。Yes. Okay. working for someone like rene rivkin is definitely not a nine-to-five job. we're in daily contact with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stock market is one of the most volatile businesses in the world. what happens on wall street affects australia within hours. okay, i'll fax them to london now. okay, bye-bye. installing a rico fax was the best thing i ever did. it keeps us in touch with the world. 24 hours a day. For copiers, I have a simple philosophy. When you're the best in the business, buy the best in the business. And that's Rico. You can't tell the original from the copy. Ricoh, the best business decision Rene Rivkin never made this is the 行政主管以外，再找到另外一个诉求对象，双管齐下，达到他的销售价值。哈。 那接着我们再谈另外一个案例，加州葡萄干加州葡萄干这个案例我有参与过。我当初在旧金山 Fresno 哈，那时候参与这家广告公司，因为我们的广告公司有一个客户叫做 Carob 哈，California Raisin Advisory Board 哈，加州葡萄干协会。那他当时呢，接受了美国农业部的一个补助，农业部就给很多农业团体来广告宣传他们的类别，所谓的 generic 的一个广告， 比如说，呃，加州蜜梨、华盛顿苹果，呃，加州葡萄干是其中之一。所以，农产品的广告它不讲品牌，讲整个协会，请大家鼓励吃葡萄干，鼓励吃华呃华盛顿苹果，鼓励吃樱桃等等之类的，呃，这个类别广告。加州葡萄干也在所有农业产品当中啊、呃，去参与这样一个啊补、呃、助。那我们。 第一年呢，啊编了一个广告，哦，播了一个广告，用一个运用一个什么呢？葡萄干来呈现给小孩子，告诉小孩子说，诶，小孩子葡萄干好吃又好玩哦。结果呢，葡萄干是很难拍摄的，因为在不管在摄影机在电影电视机呃摄影之下呢，它的。 近看它很丑，远看它一坨，怎么拍怎么丑，它是拍不漂亮的。虽然每一个尽量在每一颗葡萄干上面上了油，让让它亮光，但仍然拍不出它的美感。它是最难拍的啊，没有好感度的一个产品哈，干瘪瘪的哈。那所以呢，第一年效果很差啊，效果很差，没有办法达到小朋友的偏好啊，因为葡萄干。 小朋友不会自己掏自己的 pocket pocket money 哈，他的口袋零用钱去买，而是谁去买了？妈妈。所以，我们第一年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发现不对，妈妈也是诉求对象。所以我们第二年的广告当中就有改变哦，改变诉求方式，创业也改变了。我们首先在小孩子的广告当中不再去拍产品，不再特写产品，而是什么呢？把葡萄干用一个很。 claymation，clay 是粘土 m a t i o n 叫 animation，claymation 就粘土动画，用粘土动画的方式呢来拍摄葡萄干，把葡萄干拍摄的很有趣，让它跳着舞步在。 Marvin g 的这个呃那个造型当中呢，他的歌曲当中呢，来跳跳着葡萄干舞，这就是葡萄干哦。那葡萄干捏得很人性化，拟人化的葡萄干使得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它，甚至有小朋友很多学校来跳葡萄干舞比赛哦，所以说，葡萄干就葡萄干舞就。 呃，盛盛行了，所以呢，很很多呃很多小朋友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葡萄干。另外呢，我们在妈妈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拍了一个节一个广告，在一个 miles miles away 的一个呃绵延千呃好几里的那个葡萄藤当中呢，我们有人在采收葡萄，放在田埂，然后让太阳曝晒，曝晒完以后再。 走了很远以后，在车子把人载回来，再 pick up，再选把那葡萄干捡坚持起来，回到工厂以后再脱水、去蒂、去渣，然后呃烘干入罐啊、哦。这整个过程呈现在妈妈的眼中，然后不碰任何的呃手，不加任何的添加物。但是他广告影片讲了一句话，很感动人哦。他讲了加州葡萄干唯一的添加物。 是加州灿烂的阳光，就这句话打动妈妈的心，妈妈很放心的送给小啊买买葡萄干小朋友，小朋友也看到那个广告，很热情的拥抱葡萄干，所以葡萄干就在那短短的四年之内呢，啊一炮而红，那成为农业产品当中的本来是倒数第三名变成第一名哈，业绩成长变成第一名，而它的广告也得到了哈这个啊 best。 Recall Ad 最佳记忆的广告奖哦，连续有五年哦，我们来看这两支广告，葡萄干的广告都是在讲葡萄干怎么跳舞，葡萄干跟啊怎么可爱哦，我们来看这两支广告影片。 The what I got. 好，那我们接着进入的第三个讲次，呃，讲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要界定数三。我们通过前面的案例知道说，说这个广告要选择一个精准的 target audience 目标受众。那我们怎么界定？怎么来界定我们目标受众呢？我们通常会。 以前我们说像一群人来诉求，后来像一群二十五对三十五的女性来诉求，这都太广泛了哈。现在我们向谁诉求呢？向一个人诉求，那个人就叫做苏珊，男的叫苏珊，女的叫乔治啊，男的叫乔治，女的叫苏珊。苏珊，我们要界定的时候呢，不能够要很精准哦，绝对不能含糊。所以呢，在拟定的时候，用苏珊的方式来加以哈，就好像鲜活的人。 就活在你的面前，你跟他对话一般啊，所以要 talk to an individual，not to a mass，像一个人诉求，而不是像一群人诉求。所以，我们这个苏珊呢，界定方式有几个界定苏珊可以让文案啦、copywriter 啦、啊 CD 啦，有很明确的一个啊准则，还包括媒体选择啊。所以，界定苏珊、界定乔治啊，我们通常让我们的媒体、让我们的广告计划更有效。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界定啊，第一个从地理特性。 他住在哪里了？他行政地区在是是什么呢？啊，那第一个，第二个是心理特性啊，心理特性啊，人口特性啊，那呃媒体接触习惯啊，媒体。 媒体接触习惯，他到底呢？呃、啊，使用什么样媒体？哈、哦，那再来呢？也就是他的使用行为。所以从这等等方面来界定，瞄准说，哦，我们现在用举一个例子，界定移君啊，移、哦、居是一个，我们用一个皇家优格来做案例。哈、哦，啊，人口特质方面呢，比如说移君啊，三十岁，我们不讲三十，二十九、二十八、三十五，他是三十岁，已婚，有一个小孩子五岁，啊、哦，他在毕业于台艺大。 然后目前从事室内装潢工作，在东区开一家工作室，所以隐隐约约的已经就出浮现了。她老公在创投公司当老板啊，所以有一个呃一他们的年年年所得呢一百五十万，所以就把他的经济地位也凸显出来了哈。然后接着呢，我们看他的人人口特质，还有地理特质，他住在新店郊区的一个自自购的别墅。然后呢，他的心理特性。 她是一个活跃的女性，等等哈。那尝试新的事物，哦，所以这是心理特性的描述。再来呢，我们谈到她的媒体特特点哈，所以媒体接触的习惯，每天要从事哪里，看到什么报纸，看到什么杂志，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选定她的一个理由。所以最后哦，我们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设定我们的诉求对象。所以广告呢，我们要很精准的。 来找到一个诉求对象，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给给各位做一个啊一个短本章的一个结语哈、哦。那呃广告结语哈、哦，第八讲目标受众要清楚，广告效果不含糊，目标市场范围出，全盘照收有出入啊、哦。提倡影响决定者购买使用不得误，婴儿奶粉纸尿布。 针对母亲说清楚。男性内衣女女士主，事务用品找秘书，分众行销新趋势界定熟三是药物。好，今天播讲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观赏，我们下周再见。